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哎，不对啊，欢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服骑射。好，差别在哪里？各位知道吧？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是阿帕奇推出的飞过山的 Undead， 就是死灵版本、僵尸版本。那推出的时间很快啊，然后本来这个玩具我是没有什么很高的关注度的，但是看到实体之后啊，我不得不惊叹到说。它的涂装真的是达到了我目前为止吧看过量产型的玩具里头呢，而且是这等价位下吧，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让我感觉到瞠目结舌了。这个烟熏的涂装啊，还有一些小细节的一个点缀啊，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那他们先前的这个原色版本给各位看一下，两个放在一块的话呢，就更能够感觉得出来啊，它的一个老旧啊、沧桑的一个感觉啊，连这个轮胎的部分各位能够看得出来泛黄的感觉，还有这个原本闪亮电镀的排气管啊，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个烟熏涂装了啊。那底盘的话各位看一下啊，那底盘当然不重要了啊，那整体玩具的一个挡风玻璃的部分也变成了紫色的，我记得我是没有这个的原版了啊，我只有这个紫金配色的版本。那这一款的滚动性非常的好啊，这样推车起来真的是感觉非常的舒服啊，不管你是以人形或者是车型来做摆放的话呢，它都是一个观赏度呢啊，可以说是达到99分的产品了。我们来看它的人形状态啊，它这次附带了一个特效件啊，这个在领袖之证里头，它好像是一个暴走的时候一个状态吧啊，那这个到底是喷出来还是被人家射进去啊？哎，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它这个是一个软胶部件啊，透过两侧这里有两个沟槽把它给勾住了，这样子啊就给轻松的给取下来，装上去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啊。那你说这个，等一下。才说没有任何难度，扣上去有点困难啊，这样子。那你要把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给这个原版的话，当然是可以用的啦啊，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模具，当然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两者的配色的话呢，我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小的对比了啊。首先的话呢，头雕的部分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的头雕呢做得非常的用心，据说是跟吴医生合作的吧啊。那除了说破碎的面孔之外啊，它的这个牛角的部分这个地方。啊，这个烟熏的涂装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相较于这个版本的话，哎，感觉这个怎么，明明是同一个模具啊，涂装果然是不同的生命啊！这个特效件把它拿掉好了啊。那肚子的话呢，可以看到啊，这地方一样是有烟熏的涂装，然后它的手的话呢，是给翻成手炮的，手炮的话呢，一样是做了烟熏的效果。那这个变形成手的话呢，就直接的把这个部分给打开，那拳头的话呢，转正的方向啊，再这样推过来。啊，这样就行了啊。那原本的手掌上面也有做一些旧化，那这个脚的话呢，暂时的先把它给打正上来，然后这个地方稍微扣紧一点。然后它的大腿上面啊、身上啊都有一些刮痕啊，这些都是另外在弄上去的一个涂装的效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背后啊，一样啊，都是刚刚这个车型加上烟熏的部分，自然而然也都会保留下来。啊，整体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涂装，但是呢，硬是要我挑的话呢，我一定会挑这个地方这个假轮胎啊！你居然没有涂装啊，对不对啊？是吧？这个地方，啊是没有涂成黑色。如果这个地方都涂成黑色，我觉得应该是百密一疏吧，你们没有注意到这里。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也跟我稍微讲解一下，这个模具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模具，甚至可以说，领袖之证啊。我第一款领袖之证的玩具就是这个飞过山 Clip Jumper 的这个模具。那我在反斗城市有幸就是第一只就挑到它，然后当时呢我还记得那个11月，应该是2011年的11月吧，是电影第3集刚播完之后，然后领袖之证的卡通呢很好的呢将电影入坑的粉丝呢继续的呢透过动画呢把它留在 TF 的这个文化圈里头，所以领袖之证呢真的是一部对我来讲纪念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部卡通作品啊，也是我为数不多啊，各位应该知道说我就是看着这个真人电影入坑的了啊，所以动画的作品我看的真的是比较少，领袖之证算是我少有把它全部看完的。那这个模具的话呢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款，那今天的话呢拿到这么精彩的涂装的话呢，忍不住吧啊，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多做一些电影期的玩具，但是这一款
我的回忆实在是整个都涌上来啊，就插队的话呢把它给做了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